开国上将去世后，竟无一人吊唁。生前不曾进医院，死后反倒送进了三百零一。我父亲活着的时候都没进过医院，没想到这死了以后却进了医院了。一九八零年，开国上将王建安在自家悄然离世。然而，令人深感奇怪的是，如此伟大的人物去世后，竟然没有一个人前来吊唁。难道这位上将的一生就如此失败，连一位关系亲密的同志和战友都没有吗？ 为何他去世后会这般冷清呢？欢迎收看本期《繁华五千年》，一起来了解历史。王建安一生秉持着节俭朴素的生活作风，即便是在葬礼这件事上，他也办得极为低调，甚至可以说几乎就没有举办葬礼。他的战友们都是在一个月之后才从零零星星的消息中得知了他去世的噩耗。得知这一悲痛的消息后，战友们全都埋怨王建安的子女们。 质问他们为什么这么重大的事情都不通知大家？其实，王建安的子女们也觉得十分委屈。毕竟，不举办葬礼这件事是他们父亲的临终遗言。一九八零年初的时候，王建安在电视上看到一位外国首脑举行了一场极其隆重的葬礼，到场吊唁的人非常之多，场面可谓是十分盛大。王建安看到这个场面后，不禁陷入了深深的沉思之中。 他开始思考自己百年之后该如何安排后事。经过长时间的思考后，他对妻子缓缓说道：“我死后千万不要搞大排场，能有多简单就多简单。”或许是冥冥之中早有预感，同年七月，王建安的身体状况急转直下，在弥留之际，他把家人都叫到了自己的身边，再次郑重的叮嘱他们：“自己的身后事一定要一切从简。”王建安去世后。 他的孩子们严格按照他的遗愿，做到了五个不：不即不送花圈，不开追悼会，不通知老战友，不组织遗体告别，也不请同志护送遗体火化。王建安上将的后事虽然从简，但是人们不仅不会忘记他的丰功伟绩，反而会因此更加感慨他的伟大。王建安艰,艰苦朴素的性格，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了他童年家庭环境的影响。王建安出生于湖北红安的一个贫困家庭。 家里世世代代都是农民，全家人紧紧守着那一亩三分地辛勤劳作，却连温饱都很难保证，更不用说其他方面的事情了。然而，如此艰苦的环境并没有让王建安自怨自艾，相反，这种环境反而养成了他坚韧不拔的性格。为了补贴家用，他从很小的时候起就去给地主放牛了。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王建安也从未放弃对知识的汲取。 他会利用牛吃草的闲暇时间，偷偷的阅读地主家的书籍。他努力的将书里面的知识刻在自己的脑子里。在那个时候，社会时局十分混乱，地主对农民只有无情的压迫。王建安也常常遭受地主的打骂。这样的日子，他忍了一年又一年。终于，在一九二四年的十月，忍无可忍的王建安毅然决然的烧了地主的房子，以此来报地主打骂自己之仇。 之后，因为担心被地主报复，王建安干脆就离开家乡，前往武汉去当兵了。他先是加入了吴佩孚的军队，只不过当时的军阀内部也是纷争不断，到处都充斥着腐败和黑暗。在军队里，等级森严，上级军官可以随意欺辱下级士兵。王建安在吴佩孚的军队里待了整整两年的时间，在这两年里，除了受人欺负之外，他没有得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 但是他却因此深刻的认识到了军阀腐朽的本质。此时，他明白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道理：只有找到一条真正能够拯救国家和人民的道路，他才能彻底实现解放和翻身。毫无疑问，这条道路就是共产主义道路。意识到这一点后，王建安立刻脱离了军阀，回到了家乡黄安。在当地，他召集了六十个农民，建立了一支武装部队。之后， 他又与黄安县地方组织取得了联系。一九二七年，王建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可能也是命运的安排，加入共产党不久，他就遇上了黄麻起义，因此他也积极参与并领导了这场起义。凭借着他的聪明才智和坚定的信念，王建安很快就在红军中脱颖而出，并得到了上级的赏识。他的职务也在屡次立功中不断上升。仅仅五年的时间。 他就从班长做到了师部政委，虽然从事的是文职工作，但是王建安在战斗中会毫不犹豫的率领将士作战，重创敌军。他也多次深入一线，一边传达组织思想，一边指挥战斗，因此他被称为文武双全的指挥员。一九三五年，王建安参加了广州战役和嘉陵江战役，在这两场战役中，他与许世友一起指挥部队，出色的完成了围墙打援的任务。 说起王建安和许世友，他们之间还有一段解不开且比较有意思的缘分呢。和王建安一样，许世友也出身寒微。不过，许世友在八岁那年就去了少林寺习武，后来他也因为打死了地主而离家参军，然后他也参加了黄麻起义。他们两人的人生路线可以说是非常相似，二人的性格截然不同，一个沉稳内敛，一个性格刚烈。 但这并不影响他们成为好友。他们并肩作战，在残酷的战争中结下了深厚的情谊。他们从普通士兵一步一步成长为将领。大概他们看对方的时候，就像在看镜子一样，心中总有许多的感慨。一九三六年，许世友担任红四军军长，王建安担任政委。他们二人配合默契，珠联璧合，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山东双雄。然而，他们如此深厚的情谊。 却因为一次事件出现了裂痕。一九三七年的一场批判会议上，有人在批判张国焘的时候，连带着一些干部一并扯了出来。批判的用词比较激烈，指出这是军阀主义、分裂主义。许世友本就容易急躁，性子也十分耿直。面对他们的发言，许世友心生不满，他认为他们这是在含沙射影的攻击中央红军。耿直的他也不忍着。 直接拍案而起反驳他们，甚至还说出“要反就反到底”这种话。最后，许世友因情绪激动晕了过去，被紧急送往医院。在休养期间，许世友越想越气，心灰意冷之下，他萌生了带人离开延安的想法。他觉得回到家乡也照样可以干革命。他这样的想法还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大家纷纷表示要和他一起走，回家干革命。这其中就包括王建安。 有了想法以后，许世友说干就干，他还制定了缜密的计划，打算趁着天黑带人离开。就在他们要走的时候，王建安突然反应过来，虽然他很讲义气，但是轻重缓急他还是分得清的。一开始他们说的分裂主意或许是诬陷，可是他们要是真走了，这个不就成事实了吗？于是他此时唯一的想法就是阻止这场闹剧的发生，趁着许世友他们还没有走。 王吉安赶紧报告了上级，上级得到消息后，立马通知紧急集合，并开始一一点名。他每念一个名字，就捆一个人，一连捆了三十多个。饶许是许世友再迟钝，也该反应过来了。这个不就是针对他们这群人的吗？说实时迟那时快，许世友凭借习武多年的功底，在听到自己名字以后，立马飞身翻上房顶，想要离开。见状，底下的人纷纷劝他留下。结果人下面的人怎么说？ 他都执迷不悟，最后还是刘伯承出面劝导许世友，这才从房顶上下来。看到一旁站着的王建安平安无事，他就猜到了告密的肯定是王建安，不然为啥其他人都被捆起来了，就他没事？于是他大骂王建安是叛徒，二人也因此结了怨。许世友因为这件事差点被开除党籍，后来还是毛主席找许世友谈话，他这才意识到自己的错误。 但对于王建安的背叛行为，他一直都没有原谅。不过，二人一直闹着别扭，对于组织也不是一件好事。因此，由毛主席牵线，让他们在攻打济南的时候再次并肩作战。一场仗打下来，前尘恩怨全部消失。在二人的默契配合下，仅用八天时间就攻下了济南。王建安身经百战，在战场上立功无数，但他从不计较职务的高低。 一心只有为国尽忠。由于多年征战，受伤和生病在所难免。晚年的时候，那些陈年旧疾一直折磨着他。医生曾叮嘱他不要过度劳累，注意休息。可是王建安从未停下过脚步。他深知自己作为一个领导者，肩上的任务很重，也知道如果领导者不切身感受，只听下级的报告，那么就会脱离实际，脱离群众。因此，他非常重视调查研究。 王建安每年都会花四五个月的时间在做调查研究，除了西藏和台湾以外，中国的大地都被他走遍了。而且，王建安做调查的时候最忌讳前呼后拥，而是自己一个人去走基层，这样才能聆听大众最真实的声音。对于有些人装腔作势、摆架子的行为，王建安也非常反对。在做调查研究的时候，他一定会走遍每个地方，实事求是，从不弄虚作假。 自然也不接受下面的人弄虚作假。一九七八年的某次，王建安到一个地方做调查，他提前给秘书打了电话，说自己会在明天早上六点到六连调查。起因是王建安很早之前就听说某个部队的六连训练成绩非常好，各项工作都非常拔尖，所以他要去自己查探一下虚实。第二天不到六点，王建安就坐着汽车来到了连队。 他先是查看了操场和猪圈的情况，然后他和养猪的大爷闲聊起来。这个大爷不知道王建安的身份，所以在回答问题的时候也没有藏着掖着。大爷说道：“上级有规定，每个月猪的数量要达到连队人数的三分之一。上个月我们宰了两头猪，达不到规定的数量，所以就从旁边连队借来了三头猪。”之后，王建安又来到了宿舍。 看到整齐的床铺，他非常的满意。可是走上前去摸了摸，却觉得有点潮湿，担心战士们盖着潮被子会影响身体，就嘱咐他们把被子晒一晒。这些士兵没有见过这么大的领导，自然不认识王建安，所以也就直接说：“可不能晒，今天军委首长要来检查，被子晒了就不整齐了。”闻言，王建安心中隐约有了猜想，但是他还是去操场转了一圈。 可是来到操场后，除了看到有人在清理操场外，并没有看到有战士在训练。他上前摸了一下生锈的单杠和落满灰尘的双杠，顿时坐实了自己的猜想。这个连之所以如此优秀，那是因为他们的成绩都掺假了。战士们不在操场训练，也是因为成绩不好的人，在领导来参观的时候不许到训练场上。他们就是靠着投机取巧应付检查。 这才使连队一直名列前茅。在了解完情况后，王建安如实写了调查报告，并对部队领导和士兵做出了批评。王建安一生简朴，他去世之后，李先念来他家看了一下，却只在卧室看到了用木头拼成的半截床，用砖头垫起的床腿和一张沙发、一套桌椅。王建安为人光明磊落，两袖清风，即使是葬礼，也遵循了这个原则。 很多人或许都对王建安儿子那句“父亲生前不曾进医院，死后却进了医院”表示疑问，而王建安的儿子王海波却做出了回答。王建安逝世之后，三零幺医院的领导特意来到家中，提出了一个愿望：医院想着为老干部的健康搞一点研究，所以希望对王建安的遗体进行解剖研究病症。王建安的妻子牛玉清想着，丈夫要是在世。 肯定也希望自己可以帮助很多老同志缓解病重，所以自己就帮他完成这个梦想吧。牛玉清当即同意了三零幺医院的请求，解剖遗体，研究病因。王建安这一生是为国为民奉献的一生，他生前战功赫赫，死后依然在奉献自己，当真是人民的大英雄。阅读二点五万。